亲爱的朋友们，现在来到 UP 青春录制现场的是丁程鑫、刘耀文、张真源，欢迎三位。你们三位这一上来，我就觉得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啊！当然，我们讲青春呢，其实是由内而外的啊。那除了你这个内在的精神头特别重要之外，你还要注意养生。你们会不会平时特别注意养生？会有一些，对，最近确实在平时锻炼完训练完会回家泡脚啊什么的。哦，泡脚这是个好习惯。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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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有些时候就会泡一些枸杞啊。真的会喝？真的，偶尔，但是是偶尔。嗯，可能偶尔喝喝梨汤，然后润润嗓子。哦，这也是养生的一个。对，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就特别离谱，就是我本身不愿意吃，但是知道它对身体好，我一定会吃的养生食物？苦瓜。苦瓜？对。哦，黑芝麻算吗？黑芝麻算，自己不太能接受黑芝麻是吧？青菜，青菜不爱吃青菜啊。对，我不喜欢吃菜。其实要说到这个，咱们对于身材、对于体重的管理呢，这个养生当然非常重要，因为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个非常活力、非常最佳的健康的状态。嗯、因为有了健康的状态呢，我们在应对很多的工作生活当中，我们就会显得活力满满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机会留给你们，我们请丁程鑫，问直播间网友一个问题，就是想问大家如何保持快乐，就是如何保持快乐这个秘密吧。哦，对，应该每个人保持快乐的方式都不一样。是的，是哦。如何保持快乐？来，大伙儿赶紧在评论区刷起来哈！你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写出答案之后呢，就有机会可以参与到我们现场的抽奖环节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有请三位选出属于自己的青春标签。你的生活由你 leader。接下来我们有请三位选出属于自己的青春标签，表达自己的青春态度。那我就看，我选我第一个看到的。你选，看你。不，你来吧。非常耀眼。来 UP 青春，我思我创。接下来有请三位把属于自己的青春标签贴在冰箱上。来的，先贴这儿。好，贴上。来，你先说说为什么选择了势如破竹，就一直坚定的走下去呗。嗯，不怕任何的阻挡，就是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挫折啊就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嗯，耀文。来，耀文。 OK，我选的自信闪耀。我希望就是我们都就是都自信一点，然后就是直面自己的一些缺点吧。嗯嗯，对，然后我们积极的改掉它就好了。嗯，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。好，来，我选了滚烫。嗯，虽然是第一眼看到它就选了它，但是如果要解释一下，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能滚烫起来，然后一直热烈的燃烧。嗯，要永远保持滚烫的热爱，对不 对， 对，是的。来，有请三位签名，就签到自己的这个旁边就可以。好，谢谢丁程鑫、刘耀文、张真源做客 UP 青春。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组校园达人。